近日，网传赌王千金何超云因不满男友陈山聪在家过豪门生活而主动提出分手，并连夜将男方逐出何家大门。消息一出，立刻引来众网友围观。4月9日，何超云通过微博发功大玩文字游戏，称：“上帝啊，我想要1分钟的时间，不为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只为我所拥有的一切而简单的说一句谢谢你。”疑似对情变传闻进行回应。就在同一天，就有媒体报道称，被逐出家门的陈山聪正使尽浑身解数，极力挽回两人感情。功夫不负有心人，事情没过几天，细心的网友就发现何超云在网络上分享了一张 Nothing is impossible 的照片，似乎在暗示与男方仍有复合的转机。好吧，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对此小编无观点，只能说女人是用来哄的。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